我现在不怪你，把这个物件交给你，真相就在里面。你这个身份啊，是目前杨州有孙浩明唯一的工具。台湾主动要接近孙浩明，该何解？啊，你才用个正面对付郭佳佳。小婷，不要紧，总共有几下，我再等你。不管你开什么条件，我拢去带你。小婷。外瑞风高就会邓肯，外瑞风离开敦泽台前，高一波在家就是你的出去，一定逃学也坏。你和阿克鲁碰来，我是阿克鲁，我今晚就让带。你是一生最大的愿望。